发策！你知不知道你是狼王继承人？墨尘，我们尊贵的狼族是不可能和普通人通婚。狼王贵族中，只有沈家血脉高贵，只有沈家的后人，才配做你未来的狼后。啊！贱女人，就凭你，也配过你墨尘哥哥？小子，他对那个女人的记忆。 乖乖娶狼族中的人，他是谁啊？他是顾少宁之前招的秘书。秘书？我从来不用秘书。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？对，我认真的，我会娶你。贱女人，我弄死你！你再这么下去试试。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尽早分开。我会给贵族一个交代。你怎么交代？ 狼族的规矩，你不清楚。总之，我不会跟他分开。